Jam 时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来看门狗。上次呢，我们玩到就是我们要追踪那个打电话骚扰的人嘛，所以我们打给了 Bad Boy， 那其他帮我们追踪。那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剧情任务，所以我们继续解吧。那现在我们再来到这边，就是要解那个武器，是不是？买武器就对了。身上需要有一个武器，来看看，我有榴弹发射器耶，嚯，什么枪？散弹枪，好多、哦。我们应该先买个那个步枪啊，对不对？步枪才够力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手枪、狙击枪、步枪，416突击步枪，两颗星是不是？1200，好了，买这个好了，这个我们以后战斗应该比较好用。买了，那子弹需要吗？子弹好像已经满了。消耗品已满，还有什么突击步枪，还蛮多的。好，就这把啦，416突击步枪。我们买了枪，应该就代表我们就是要去那个打架啦。在武器轮中使用上下，按错，武器轮啊，武器轮 ，OK， 就可以选择就对了，上下选择，左右可以选择枪的种类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具体的任务的地方。先设一下导航，按错，怎么一直按错？错的离谱。好了，就在前面而已，好吧？拐个弯。哎呀，这辆车是我刚刚叫出来的，就是我们之后慢慢解锁，我们的车子就会越来越多。目标就在前方了啊，还有700多公尺啊，600多，其实蛮近的哦。就是前面拐个弯，哎呦，哦，独特的超车法，对不对啊？真实中不要这样开啊，不然你赔不完了。OK， 300多公尺。前面左转喽，不过这些车也都一直并排，其实蛮难超车的。好，来左转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开车真的不好开。第一张后台通行证，哎呦，弄掉了啊！这组全新的保全系统可不是开玩笑的、啊，需要授权才能进入。我必须找到威胁我的家人，没错，我需要知道电话是谁打的，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入侵这个机房，好吧？这可以开进了。解锁，我先解锁。OK， 解锁了。我直接这样走进去吗？没关系吗？应该不会触动吧 ？CTOS， 我现在进入限制的区域了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查到。哎呦，那边有人呢，正在服用精神分裂症药物，人格分裂就对了。然后我们小心一点就对了，从这边爬上去好了。我们现在找出有兽，怎样被发现了？被发现了。太夸张了吧！这么快，我们现在找出有授权码的警卫，我们利用这个监视器寻找一下。这没有连到下一个，太方便了。这个没有，怎么都在服用抗焦虑的？是压力都太大吗？启用呼叫增援，我们被发现了！快，应战了啦！先跳，先下去，赶快躲起来。怎么这么弱？我们一下子就被发现了，一点都没有骇客的精神。掩护一下，快点！来，我们躲在这边，没事了吧？应该没事了吧？继续找。我来了，哪里？前面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射击的那个感觉还不错呢。对，那个子弹的感觉做得不错。不要躲了，躲在那边干嘛？直接来了啦，正面对决了啦！哎呦，快！来，起来！哦，没声音了，我耳鸣了，糟糕了！还有一个，这么多人哦，看来这个保全的系统真的是不是盖的。OK， 装弹，没子弹哦！下面好多东西。哦，快！还有吗 ？Shut down！ 这里还有一个，躲在这边干嘛？有不知道吗？啊，快点，我们继续往上爬。我们还是得找出有授权码的警卫。起来！哎呦，急一下，害进了，找到了、就是他、他有那个授权码。有枪可以捡。好多人在射、这一不小心就一命呜呼啦。人下去了，那是有我们走下去吗 ？OK。来，继续，在哪里？我们要前去右前方哦，右边呢、所以要小心一点。怎么身上都有出现按钮啊？怎么会按错？
啊，先把他打死好了。来了，比底下冲啊哈！他可以害进哦，是不是？解一下他的钱好了。我有136呢，我还蛮多的呢。哦，好痛哦！身上带这么多钱啊，装备已经满。好，我们现在先下去吧，因为那个地点好像不是在这边呢。先绕过去，哎，这也不行。再往右，啊，从这边过去吧。这有推高机，我们先爬上去，再害进去。来，升旗，起来，起来了。哎，在前面而已，30几公尺。小心哦，这里还有敌人吗？看起来好像都没人了。那其实没有很多嘛，10几公尺在那里。这个、哦、一个小电箱，网路的路主器。来，哎呦，这要解锁的、哦。就是让他们哦，可以连接起来。OK， 下一个三通哎、欸。OK， 哦，这样就都通了，好吧？就这里没通，你家马桶没有通，好吧？通了。OK 了，再解锁第二层关卡。等下我们要玩那个抢劫全服银行。哎呦，还要倒数哎、欸，要倒数哎、欸，快！这样、哦、这样就 OK 了吗？啊，这里没有哎、欸，这没有连上去呢，那怎么办？剩5秒而已，快点！他会重新倒数。哎、欸，这样也不行哦，是解锁上面就可以了啦。OK， 快解锁了。我们来到了这个机房了，侦测到漏洞，解密了。我们现在解密了，嗨进去了就对了。还有吗？就这样哦。哎、欸，旁边还有一个哎、欸，在解。那是什么？竟然是别人的家里。哇，你看这个机房也太大了吧！哦 ，OK， 哎呦，我们害进了，我们害进 CTOS 了。我真的呢，掌管整个城镇呢，被 boy 打来了。你是说你已经在？没错，我已经害进来了，厉害吧？我们谈话的当下已经监看网络，也把权限给我了，所以我们按个按钮就知道所有人的小秘密。真是太厉害了。OK， 找个玩家来害进哦。所以我们现在玩线上版的就对了。如果我看得到他们，他看得到我。给我一点时间来追踪你，来电者。好啦，就靠你了，我需要啊。使用，然后接下来后台通行证，我们完成了吗？我们已经完成这个区域授权了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任务又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没什么剧情任务啦。解开地图的，我们主要都玩剧情啦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有了，电话来了，电话响了。约尔迪泰，我有个不错的交易，但看我挑选当车手，要我开车哦。我觉得我这个在这个游戏里面开车超烂的。因为他那个其实车子我就不是很好开的，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哦。哎，感觉丢了个烂摊子给我。对啊，你怎么不自己开就好了？好了，我们来抢这台车好了，看起来蛮高级的。啊，进入。哎呦，到这边哦，我有一点距离呢哦。运送工作就是马某线移动到别的地方。这不是很简单吗 ？OK， 好了，为了钱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为了朋友嘛，我们还是得帮忙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偶尔也是需要别人的帮忙，在外靠朋友，对不对？在家靠父母，这样子啊。左转，哎呦，都不小心就开过来了。有新的那个罪犯车队啊，这个也是支线啊，就是你也可以去接。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要破关，所以我们都玩剧情任务。后座车手，哦，撞到人了，已伤到平民，我们声望降低了。右转，哎呦，直接跟龙女二了啦，呜呼，闪得真快啊！到了，我们到这个停车场了。这台车子不错开，马力蛮够的。来，跑过去，有人吗？这有敌人吗？应该没有啊，走那边就可以解了。后座车手。开始任务，怎么了？任务尚未解开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被哎，我们遭受入侵了。
所以现在是真的有玩家过来就对了，找出二叉 The Tap 这个玩家的 ID， 在300多公尺哦，我们用跑的过去好了，好了，这样比较不会引起注意。其实我之前玩那个线上模式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在那边跟踪，但是我喜欢跟踪人家，然后把他害进去，然后我们就躲起来，然后就看那个玩家在那边躲躲藏藏来追你找你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哎，这种感觉真的是蛮不错的。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看一下，在前面而已，就是那个紫色闪电的那个框框，就是那个范围。我们先到那边应该就可以找到它的区域，然后等到那边的时候再开始细找到底它是谁。往前走走走走，到了，快到了，这里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继续走。Come on， 线上骇进，有个敌对收尾人接受线上骇进合约，要从你身上窃取资讯，他要抓我们的资讯哦，搞不好他就在上面或下方。对啊，因为我之前玩就是大家就会有人会假装成是路人，那就站在那边，他要骇进我了，先打开我们的手机，追踪一下他，看看他在哪边。3%了，4%了，被害到100%，你就输了，好不好？就在这个圈圈里面，也太大了吧！赶快害进，顺便偷个钱，没败。屋顶可能潜伏在人群、屋顶上、车子或任何地方。其实一开始这个游戏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题材真的是蛮吸引大家，就是怎么可以玩成这样子呢？哈，好吧。然后线上模式其实真的不错。我们之后有去一下，哎、欸，找到了、欸，哎，找到骇客了、欸，逮捕他就对了。逃脱之前杀了他，杀了啦，咪，哦哦，共我的卡灯，哎、欸，成功了、欸，我们杀了他了。线上合约，我找到骇客了，就这样子哦、喔，啊，没了，死掉了，太夸张了。恶名值，恶名值就可以获得哦，就是像升级一样经验值，如果提升到了就可以升级有新的技能。有些人开始对我产生了兴趣，代表我们也有相对的实力，好不好？人家才会吸引到我们，不是啊，是我们吸引到人家，好吧 ？OK， 这些都靠网络联络的，好吧？那接下来呢？哎、欸，进入线上合约哦，交血了，交血了。线上合约就是网际网，开启，然后线上合约 APP。这也就是可以玩线上的一些模式，这样子有赛车啊，有跟踪啊，自由漫游、行动版挑战。对，之前好像说就是他也可以用那个手机的 APP 来一起玩线上骇进、线上禁术。所以我现在玩哪一个？线上跟踪吗？线上骇进？不让我选？哎，可以了，线上骇进可以。找出收尾人。现在有玩家了，我们接受。这是玩家吧？追踪收尾人的行动，我们现在就是骇进别人的手机，然后安装后门程式，啊，但是不能被他发现。哟，直升机在追捕他啊、哦！他现在逃跑，这应该不是我们，不是玩家哦，就是那个 NPC 哦，对，不然怎么会有直升机 ？OK， 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他现在开车22公尺，哦呦，卡住了。可以从这边穿越吗？好像不行，是吗？哎呦，怎么这么笨拙？笨拙赛车，哎，错赛，怎么这么难开？绕过去，绕过去，哦，前面应该没路了吧？我们绕出去好了。啊，车子爆了。好，我们跟着路上的那个指标走好了，这个黄线比较不会这样子。继续走，这个车子很难开，还是 GTA 比较好开。不过 GTA 又没有这种模式玩，其实都各有利弊啦。快到了，就在前面而已。右转，快要骇进了，就骇进的他们就等100%成功，这个游戏就找到他了，找到他了，骇进他，骇进他，然后不要被杀死。按下开始初始化 ，OK， 启动中，启动中，我们不要被发现，好像被发现了。好蠢哦！哦，在射我了，在射我了！先跑，先跑，离开这边。哦，轮胎爆了，轮胎爆了！警告，警告！我已经离开区域了。
快快跑回来，跑回来，超过那个区域范围了，所以不会成功。站，哎呦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哦，他在车子里面呢。我们去躲在这台转播车旁边好了，这样应该不会被发现，就躲着。大家都在追他，哎，他们跑出范围了，这样会不会失效？哎，好像不会，继续再跑，哎，我就进去车子里面好了，然后躲在车子里面，然后就不会被发现。这样还不赖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按 B 可以躲在车子里面，我们就乖乖在这边等着。OK 咯 ，911，26%了。他跑去哪里了？哎呦，惊叹号是什么？哦，在枪战哦，在枪战呢。反正我们不要被偷袭到就好了，我们就躲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应该也是那个啦 ，NPC 啊，就是教学。就之后我们就来拍一下跟踪的这个线上版。继续啦，就躲在这里。我们往前一点啊，他好像逃离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他抢警车开过啊，他骑摩托车，他骑摩托车，我们就躲在这里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看芝加哥的警察好凶啊！有没有撞来撞去，横冲直撞，管他这是谁的车，直接就开枪打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在这边看好戏。哦，他抢了一台车了。哦，炮火猛烈啊，狂击杀！哎呦，那个地上的烟是怎么了？哦，猛喷呢，猛喷呢。好啦，这应该是没问题啦，66%了，我们挖苦一下，不要让那个范围超出去。又跑走是不是？哎，他也会躲起来呢，哦，很聪明呢哦，不愧是骇客，被围捕了啦，弟兄们啊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快出来投降吧，好吧？80%，我们再20%就赢了，18%了，18%了，哦，快哦，越来越快了，他们要逃走了吗？看不到他的点呢，还是他把警察骗走了？这样会不会失效？剩10%而已呢，不要失败啊！哎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前面那个吗？又绕过去了，96%了，哎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他陆续都有在跑，97%、98%、99%，100%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所以这样是线上骇进的模式教学啦，对，所以我们会了。好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去那个完成月底的工作。好吧，我们下次再来完成吧。好，今天先玩到这边，大家拜拜喽。